就涨十块而已，没有涨太多了，涨太多消费者买不下去了。我卖了37年了，第一次遇到这么贵的。以我们的经验的话，可能3到6个月的话，这个猪肉是可能是没有办法回跌的。肉品做了30年了，从来没有碰过这样子。花45块可能就一碗卤肉饭，而且重点是对没菜，然后很快就吃完了。